我操，想象力天赋74，第六代，哎呀，这取什么名字呢？楚丽丽也有到有娃的年纪了，要好好教育她。我要魅力要高一点啊，要泡妞。我泡那个颜控吧，泡那个颜控好了。安排一波。安排这个翻身，加体魄、面子、魅力，要不奥运冠军啊？奥运冠军也可以啊。我看一个月零花钱多少啊？一个月零花钱，聪明伶俐、健康成长，起名字了要。我操，零用钱50块钱一个月，原画师？不会吧？才50块。一代不如一代啊，就是叫楚彤彤、楚丽丽、楚袅袅啊，楚袅袅，哈哈哈，这个可以，楚袅袅，学说话啊，可以学一波说话，学一波说话，脑洞挖掘一下。这个灯泡多点一点，点点这个灯泡，下一层。噔噔噔噔噔，好，挖掘不了脑洞了。翻身，学说话加面子、情商、智商，三个学说话，三个翻身吧。楚吉祥，下一代楚吉祥吧。下一代来个楚吉祥，这一代楚吉祥就算了。聪明伶俐，完成聪明伶俐。哎，从小就很聪明啊，但小时候那么聪明，长大为什么会变笨呢？啊，这个是让我很费解的一件事情。小时候很聪明，长大了反而变笨了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为什么？娱乐，跟着音乐拍拍手。学钢琴，这把老子要当体魄去收保护费啊！我操，不然这没有前途啊！这零用钱太少了。怎么入黑帮啊？怎么入黑帮？要入黑帮不？操，我想入一把黑帮，怎么样？黑帮好像可以来一波。没有行动力了，抉择。爸妈抱着你来到一个算命先生摊前，对方拿出小人书、字典、算盘，让你选一个小人书、字典、算盘，算盘、字典吧。此娃必上好大学，智商增加80。此娃加点忍耐，学体育把把分数考零分，考零分怎么了？不能考零分吗？忍耐加魅力，翻身魅力加的比较多哎。学说话消一个，再翻身吧。延迟满足，延迟满足。不行，这体力不够啊。爆炸。行动力不足，无法挖掘脑洞。这一波要上幼儿园了吧？好像要上幼儿园了。看看特长，咸鱼翻身，语言艺术家。咸鱼翻身，语言艺术家，这个忍耐来一波。